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准备个最老的菜，叫赛香瓜啊。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选料：黄瓜去皮，苹果去皮，剩余的这个山楂糕是最好的，没有山楂糕，咱们就使这个果丹皮一样啊，效果都不差啊。关键看人家这选料配在一块儿啊，这名起得好，赛香瓜。赛香瓜不是做完是香瓜的味儿啊，说是比香瓜的味儿还要好啊，这么叫的赛香瓜。现在看我下下料啊，丝儿，卡菜板啊，要粗的啊，不要太细的丝儿，细丝儿做出以后不爽口。这个菜非常简单啊，非常简单。所以呢，给大家做一下苹果尝尝丝儿，果丹皮啊，切法啊，丝儿呢要略微长一些，说多长呢？二寸半啊，这丝儿，展开。然后放到这里，放到盆里，少放一点点盐啊，一点点盐，不要很多啊，就这么一点啊。糖多放一勺，两勺白醋啊，一勺，再来一点。哎，拌的时候这样给它拌匀啊。这个菜太简单，就是个酸甜口啊，但是吃的非常清香。选用这个苹果呀，不要那个蛇果啊，香蕉苹果这都不要，最好是果光啊，咱们家都有。你说没有果光苹果啊，是苹果就可以啊，这个菜就做好了。这个呢是下酒的菜啊，醒酒的菜是最好的。过去做这些菜的厨师们呢，还有点一点香油啊，我做不加那个，吃就吃这个清香，再加上这香油，这糊了吧唧的味儿不好。啊，这个菜做好了啊，这个菜的特点呢是酸甜可口啊，非常清脆。喜欢的网友回家试一试，非常好做啊，有什么需要给我留言，谢谢。